县拿一个证照，啊，新北是一个证照，台北是一个证照，宜兰县一个证照，然后日本那边，哦，又拿个荣誉博士啊，哈，啊，真的，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？那陈老师要带啥？不是，你们懂吗？他哑巴，啊，他用那个注意来向各位乡亲朋友问候，你们听听看哈。大家好吗？嘿哈发呀，鬼迷啊！鬼迷呀！那今天是客家文化节呀、啊，客家文化节了，哎，搞啊，来。一个也客家有带人，很土哦。太家好，哎呦，还忙啊？大家好。用没没忘了下次哦，女性大师哦。啊。是吧？会不会呀？啊，客勤客俭客家勤，哎吧，客家话蛮有搞，好呀，客家话吧，客勤客俭客勤客俭客家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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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文富先生经常好、日本经常邀请他过去表演，好，那接下来好、那中国大陆又想邀请他，谁呢？胡锦涛想要接他的胡锦涛，因为胡锦涛他也会吹了，好，他吹没有他那么好了，好，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大师级，所以呢，能够我是张光生能够提到他旁边的，也是我的一大幸福，也是荣幸，好，但是我的不一样哦。啊、哦，我现在不一样。他昨天才传那个，那个什么歌谱给我，说要叫我跟他搭配两部合作的。但是我今天舞台谈的编制内的哦，他是有编制内的哦，他是有点钱的，我可能没有钱给的。所以刚才主办单位讲说，哎，你怎么有呢？名单没有你的，所以主办单位不要紧张啊。如果我吹得好的话。那你在一边表示的话也不为过嘛，对不对？追加预算，吹得好，对对对啊，吹不好要罚钱。不要说坏事，哎，君子为马。